帅气，他们都在队了。亚布迪亚在场啊，别输，妈的输着去睡觉，上家犬，赢着又要冲，我靠呗啊！妈的，都不用回了，输输赔啊！阿毛打电话了，不接我。你就说你睡着了、啊，有道理，接都不接了。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全都是你。他就是张伯伦在世啊，所以你们明天都买了勇士是不是啊？我买的不一样啊，上一场是假的对不对？对啊，上一场热火赢这么多，他妈第二场被打爆了，有多假就有多假。上一场独行侠的三分命中率也是蛮假的，太低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妈一直投不进，一直投不进，这倒是真的。他底薪呢，根本是赚翻的，对啊，所以他在看花钱呢。对啊，三星他之前在乌斯打很强啊，他之前在乌斯啊，后来去公牛，公牛然后就废了。对啊，不过他真的是三星足球员，放放的。